仲攞唔波？，商家有兩名喺前面一點公里斜坡位，你哋執齊嘢即刻跟我上山。Yes sir。即系咪你受伤啊？系啊，我净系扭伤脚啊，我凭下啲嘢落个山度，你快啲去救佢啊！我系先防住救护员啊，你除咗只脚，仲有边度唔舒服啊？我净系只脚啫。天华，哥，处理呢位伤者先。沙下边嗰个应该仲严重，等我处理。收到。呢只脚系咪小姐？系。嗱，如果帮你除下，有少少痛噶。沙下面30米位置，有另一名伤者，即系Nika。查理啊，趁有时间，需要点包水啊？Yes sir。包水啊！可能留咗车度啊？呢度啊？一千秒，A 两时，冇个OK。扭伤少少就再讲，冇大碍。FLO同事报话，男伤者清醒，有心脏病底，心口痛，但系冇大力等于一身。另外左前腿骨折，我哋尽快stabilize伤者，会拉佢上嚟。唔该你，星降台主管FLO calling。FLO，星降台主管高亚希，伤者啱啱collapse咗。我揾救护同事嚟帮手啊！老总，你同另一位同事阿 SOS，我谂要尽快落去帮手。Yes sir。咩情况？老总，非常啱啱 collapse。交俾我。冇呼吸冇脉搏，先麻烦心外眼同处理喺度啊！收到，收到。NS 准备好。不要接触病者，正在分析心率，立刻进行电击。电击。继续 CPR， 加油。够两分钟，开始分析，远离患者。不建议电击。有电流活动，病人有翻呼吸脉搏。先，我会处理埋余下骨折嘅。哇！今日终于都见识到 SRS 有几坚啊！迟啲我都要去考 SRS， 跟住再哥同仁哥条路嚟。你话考就考啊！够料未啊？你照下镜先啦。头先我做得好差，就玩你咋？即系做得差嘅话咧，神就丙咗你啦。等而家咩？你哋要记住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系，大哥，盐水放边啊？红色袋。咁接石放喺边啊？都系红色袋。我今朝叫你放好个接石，你系踢一踢喐一喐，接石同盐水梗系一齐用啦，点解分开摆噶？冇下次啊，在哥。嗱，可能要觉得系唔系两个袋都一齐拎噶啦，唔系 A 啊 B， 但系遇到大型意外，其他局嘅人要借用我哋车上面嘅物资，打开原来搵唔到啲装备，咁点算？究竟系分秒必争嘅，就算系迟两秒，我都唔要见到。知道，在哥。在哥，你话得非常之啱，即系做细嘅有甩漏咧，我哋做大嘅责无旁贷。我而家即刻翻去咧，執翻好佢哋。仲唔肯？要請啊！翻去做。咁啊，大哥，我去睇下天哥有咩揾我幫手執。大哥，點啊？又想叫我唔好唔嚴啦，放鬆啲係咪？點敢教你做嘢啊？你有時間教下啲新人啦。差你同大隻阿媽調過嚟好多嘢學噶。初歸新抱落地孩兒，調教需要時間嘅。嘅，女朋友揾你啦。快啲收工去教人啦！未講完啊！得啦，公事嘅嘢咧，我完全收到曬；私事嘅嘢咧，同女朋友講。走先。喂，點啊？走得噶啦，記得啦，接咗佢先我翻嚟見你係咪？
食未啊？等你叫起咋？食飯。點解多個位嘅？有人咩？大雄啊，你唔識啊？咪佢咯。哇！你真係買俾佢啊？答應咗嘅嘢要做得到嘛？話咗成績有進步咧，就有禮物嘅。可能唔係我哋只豬仔進步咧，可能係人哋退步咧。我哋哋唔係話過最錫樂兒嘅咩？咦，女人葡萄另一個女人咧係天性嚟嘅喎，同佢錫唔錫你咧係冇乜關係。嗱，言論自由都係啱嘅，不過佢唔等於我喎。我唔信女人唔會葡萄啊，未發生咧就唔代表唔會發生嘅。係嘛？嗯。嚟啊，食飯啦，食飯啦。姑媽食飯，姨食飯，爸 B 食飯。今日嘅主廚推介全部都係你最中意食嘅，點啊？食飯。食飯，但系我唔啱食喎。嚇？邊個啊？喂，豬扒肥㗎，咁三文魚腥㗎嘛。咁你中意食雞咪食雞咯。喂，鹽水浸雞嚟㗎。咁點啊？鹹㗎。有咩問題啊？鹹咪水腫咯。女人大忌你唔知啊？仲有菜啊？芥蘭殺精嘅細佬。我都是为你好啫嘛。我是不是过分一啲啊？你想我答你不是嘛？不过我不会咯。咁我都是对我的生活和身材有要求啫。爸 B 梗系好嬲啦，买埋餸又煮埋饭，仲喺度嫌三嫌四。你的挚爱花胶汤。哇！个花胶大过我块面啊！花膠養顏係你講噶嘛？我都話我細佬最錫我噶啦。冇嘢送飯，使唔使煎隻蛋俾你送？梗係唔使，食花膠都食飽啦。食飯食飯。喂，快啲食啊！嗱，快啲食完早啲瞓。記唔記得聽日有咩做啊？咁大件事啊，梗係記得啦。啊，唔經唔覺，家姐走咗十年啦。是邊個話攤夠十年一定要起骨噶？俾人攤耐啲唔得嘅咩？唔係啊，咁樣幾好啊！家姐應該會中意嘅。唉，要生幾耐啊？熱死人啦！喂，你可唔可以尊重下我家姐啫？咁真係好熱啊嘛！喂，散喺呢度咧，係咪真係你家姐想噶？灰飛煙滅好咩？呢個唔係叫灰飛煙滅，係回歸自然。我諗呢個終結咧。絕對是家 姐希望的。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？快點去下載這個 Apps 來煲劇吧。